不是音效，也不是造假，引擎声强而有力，下一秒立刻消失在镜头前。黄黑配色，时尚经典。英国设备公司 JCB 推出最新农耕牵引机，在 F1 Williams 车队协助改造下，时速最高166公里，最大马力有1000匹，超强速度感，不说还以为是大黄蜂在线。不止变速箱改成 ZF 的六速手排，活塞连杆和冷却系统也进行升级。他们更请来曼岛车手盖马丁参与试驾，誓言成为全球速度最快的农耕机。而日本车厂本田同样不甘示弱。改造前一代割草机，搭配重机 Fireblade SP 的999cc 引擎，最大马力可来到200匹，最高极速可达时速243公里。Accelerate from 0 to 100 miles per hour in 6.285 seconds. It therefore gives me great pleasure to officially recognize a new Guinness World Records title. 农耕机、除草机加以改造，化身赛车，用途让人想不透，但冲突美感依旧令粉丝眼睛为之一亮。三立新闻黄晨慧报道。